好，好，好，千万别让他变卦啊！所有电子通讯产品全部关闭。先生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掉手机，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哎，你告诉他，这货款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啊，带着呢，一水的美金，齐活，啊！先生，请您关掉手机，谢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一会儿见，你一定要来机场接我啊！ 哎，好嘞，先生，谢谢您，请系好您的安全带。嘿嘿嘿嘿，我说你小姑那可真是的啊，你催什么催啊？知不知道，我这可是一笔大生意，知道有多大吗？说出来吓死你。瞧见我手上戴的那戒指了吗？这可是缅甸的极品翡翠，值这个数，九万九，小六位数呢。开玩笑呢，你催催催催催。好了，我先睡会儿。 30分钟以后啊，我要杯红茶。退下吧。好的。嗯。你好，请系好您的安全带。皮儿给你，人家点名让你去的。哎呦，我不去哪儿说？烦。你嫌烦，我不嫌烦呢。给，去。行，我去。 只是某人的秘密，可就全世界人都知道了。好，我去，算你狠。<笑>先生，先生，嗯，哎，别闹。先生您好，您要的红茶。哟，换了一小姑娘啊！我说你这小姑娘真是的啊，多没眼力劲儿啊！啊？ 没看见我正跟这儿闭目养神呢吗？怎么做事了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刚刚您说的是30分钟，现在刚好30分钟。不是你，我查呢。给您。哎呦！嘿，嘛呢你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分明就是你故意的你。先生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也知道刚才飞机上有些变故。糟践了吧，糟践了吧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再说我刚才不是给您道歉了吗？哼，道歉就行了，知道我的衣服多贵吗？你知道吗你？啥呀？不依不饶的你。先生，那您说该怎么办吧？怎么办？当然得赔偿了。赔多少啊？这数。喂，嘿嘿，我说。 干嘛呢？赔钱呢？不是，是不是这50块？我说的是500。500？啊！哼，你以为你在打劫啊？就50，多的没有了。啊，50就50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啊。啊，你走走吧。真是的，以为我这地摊上买的。 50块钱把我打发了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先生，啊，其实呢，我家以前是做翡翠生意的，我从小也就耳濡目染，学了那么一点点。我看您戴的这款俗称马来翠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假翡翠。我看您不是被骗了，就是。 这不能告啊！这怎么可能假的呢？是吧？这我怎么可能戴假的呢？99啊，99还能是假的？这个土财主，随便吓唬他一下就信了，只是可惜了我那50块钱。哼，想开想开想开，破财免灾，破财免灾了。哎，小姑娘，哎，你好。那后舱的卫生间呢？我都去过3遍了。 每一次去呢，都显示里边有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能不能去看一看？您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能不着急吗？这里面什么人呢？也太没有公德了。你好，请问里面有人吗？如果没有人，我就进去了。啊？我来了3、4趟，都开不开这个门。
刚才听到里面有声音呢。没有人。哎，小柔，你干嘛去了？我这忙得不可开交的。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有乘客反映，后舱的卫生间总是显示使用中。是啊，我刚才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还奇怪呢。这……啊，走吧，走。哎，我说乘务员。这后舱的卫生间怎么一直有人呢？还有完没完？啊，您稍等啊，我马上去解决。把门打开。美丽，卫生间里是不是有人啊？没事，客人在用呢。走吧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卫生间里面闹鬼呢。啊，什么声音这么诡异？是不是闹鬼了？啊！你讨厌，你明知道人家害怕还吓唬我。哎呀，你的想象力够丰富的了，怎么可能闹鬼？干活去。好吧。我们啥时报警啊？你冷静点。
这可真是有点奇怪，不会是他吧？你嘀咕什么呢？小柔，有个乘客特别的奇怪啊。不行，我得去找警察同志反映一下情况。哎，等等我，我也去。你们干嘛找我？你们有什么证据啊？啊，就凭几张旧报纸啊？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啊？啊，他死不承认，我们手上又没有什么证据。想想看，飞机起飞以后，这一路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情况？什么特别的情况啊？卫生间闹鬼？哎，你看这里，有个手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怪不得呢，那小子在厕所里拖延了半天的时间，原来就是为了藏这些钱呢。美丽，你找到的这个指纹就是他的犯罪证据，他跑不了了。太好了。恩人呐！哎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多亏您救了我，要不是您，我可真就不想活了。您看看，我还在飞机上跟您这大呼小叫的，这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先生，我不是人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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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希望您下次登机的时候，能够稍微尊重一下我们服务员就可以了。是是是，谨遵教诲。哦，对对对，这50块钱，这还给您。那您不需要我赔偿您的衬衫钱了？哎呦，赔啥赔呀？我这衣服那再搓不搓不就没事了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您看，这点小小的心意您得收下。我不能收。您也得收下，姑娘。真的不能收？不，否则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！收下收下，救命恩人，您一定得收下呀！如果您真的想给的话，就给那些需要他的人吧。好人呐，好人呐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没什么事，吃两盒药就好。有什么事再来找我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用客气。谢谢啊，医生。怎么样，没事吧？还有点疼。你说说你啊，就知道在家里跟我横，出去就变成个软柿子，谁捏你都没反应。你呀。哎，这么、怎么，你不是那个手疼吗？你就不能手轻点？你、怎么样啊，霍德，你到底哪儿受伤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一点小伤，撞了一下。哦，这人也真是的。咱们这服务行业就这样，你要什么事都跟人计较，那天天什么也别干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事了啊。你这人的缺点啊，就是太好说话了。哎，喂，康慧姐。哎。啊？真的没事吧？你要给霍德押金啊？哦，他说不用了。啊，都订好了。行，那好吧。哎，好嘞。怎么样，康慧姐要请吃饭。